弥陀佛，啊，诸位莲友晚上好，今晚的网上答疑又开始了，我这里有几份收集的问题，先按这个问题次第来回答。我有个问题请教，在诵经时身体发热是怎么回事？请法师开始。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诵经念佛的时候，由于心很清净，引发的一种正常的身体生理反应。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的身体是由众多的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些细胞它都有正负极，当它正负极在接触的时候，就激活了它的能量，它就激活了。但很多情况下，由于我们不正常的念头，使这个细胞的功能处在抑制状态。现在我们通过诵经，由于恭敬心上来了，恳切心上来了，心比较宁静，透过诵经和念佛的功德，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细胞给它激活，激活了它就能够发热嘛，乃至于心清净到极点，它都能够放光。那么诵经念佛时放的光却是金黄色的如果平时动那个歹念，那个光都是黑的灰的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色，都能看到他的心理状态，他的命运的状态，他最近是否倒霉呢，还是走运呢，都能从这个相状看出来所以我们要这种身体发热，细胞的激活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免于疾病的能力所以诵经念佛能够身体健康就来自于这个原理好，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念往生咒、大悲咒、大悲咒等，是否应先持大轮金刚陀罗尼这个往生咒是净土法门的一个咒的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大悲心咒这个并不要求先要持一个什么咒才能持，你就直接念往生咒、大悲咒功德无欠无余那么我们念咒是否最好按曲弹古音念那么念咒我们要学会它咒本身是很难翻译的，把它的音念准那么这个音是从又叫明咒嘛，从大光明心里面流现出来的音声通过这个语密能够开发我们的性德，一方面把音念得准，更重要的是用恭敬心、至诚心去念，全心即咒，全咒即心，心咒一如，心咒不二它就能得到修行的效益。请法师开示。净土十要开篇就有一个往生广咒，可除五逆、十恶等往生障碍，非常殊胜，故偶一大师非常提倡，但现在很少有人会了。您
提倡遵照祖师教导，那么是否应该弘扬这个咒？啊，是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往生咒是在我们中国是由龙树菩萨传过来的啊。这个咒呢，它并没有一个范本的翻译，是龙树菩萨啊，这个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之后，也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然后在梦中感得的这个咒，啊，梦中感的咒之后就口口相传，就传到了中国，啊，那么按往生咒的功德来看，它可以念十万篇啊菩提心芽的生发，二十万篇啊又有它殊胜的功德，念三十万篇阿弥陀佛常住其顶啊决定往生啊，这个当然有菩提心芽的生发啊，有阿弥陀佛常住头顶放光加持，所以我们叙事的罪障也都能够啊得到啊消除，所以这个咒又叫把一切孽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啊，那个把孽障能生净土，这是总持陀罗尼啊，总持啊。所以净土宗祖师像偶一大师，他是非常提倡，他曾经自己也带几个道友一块住过念持往生咒的啊七天专门持往生咒啊，这个现在我们每天念完了阿弥陀经也会念三遍往生咒啊，应该说大部分念佛行人都会念往生咒了啊，并不是很困难的啊，但问题就在于要把这个三十万遍念完它啊，这个需要有一定的发心啊来做啊，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啊，想利用一段时间先把十万遍念下来啊，那么念往生咒呢啊，大概一天能够念到6000到7000遍啊，原来我们在肢体上念过一次啊，那感觉到念往生咒也有它一个很特殊的作用，就是它这个一个咒由59个字啊，它就好像一个非常啊大的力量啊，密集的念过去啊，妄想杂念它不容易生得起来啊。那么我们是准备按照从龙树菩萨、偶一大师啊这些祖师的言行啊，要好好的把往生咒啊，专修往生咒10万、20万乃至30万的这样的一个次第，把它啊这个身体力行一下啊。请问法师，念阿弥陀佛名号和念阿弥陀佛心咒功德是否一样啊？念阿弥陀佛心咒作为密宗的一个咒，它的功德有多大，有怎么样子，本人不是太了解啊。那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的功德叫万德洪名啊，以名照德啊，这个全是佛功德为啊至功德啊，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无上神咒、大明咒、无等等咒啊。那么我想我们自诚去念阿弥陀佛名号和念阿弥陀佛的心咒应该是无二无别的啊。念佛法门是实有法还是虚无法啊？
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它是真实存在的，有它的甚深的因缘的一个法，啊，不是哪个凭空想象的，啊，无中生有的，这是在无量劫又无量劫的那个时代，有一位转轮圣王。舍家弃寓，行作沙门，号曰法藏的这个菩萨，发了48大愿啊，建构净土，建立名号，结引9法界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圆成无上佛果的一个啊圆顿妙法，啊，它是有啊历史因缘的，所以不是凭空来的，啊，不是凭空来的。但你说它是有一个真实的，如果是从它的体性来看，啊，这个法是引导我们切入到涅槃自性的，在涅槃自性里面，当然也就不离依法了，所以念佛法门这个六字洪名，包括西方净土全体一真庄严，这都是相。这个相是从清净愿心里面有流现出来的，当体它也是实相，真空，所以从有相切入无相，从有念，切入到无念，从凡圣同居秽土到凡圣同居净土，乃至常寂光土，所以到达那个常寂光土涅槃自性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所谓的实有法还是虚伪法的对待都不存在了啊！你也不它不能说它就是个实有法啊，但是它从那种缘起的事项来看，它是有来由的我现在刚学不久。目前念哪部经好？如果你还是初期学佛的，那么还是希望你解行方面都专一。念经就在净土五经当中选择一部跟你比较相应的阿弥陀经呐、无量寿经呐、我们无量寿经主要是选择印度曾经选择的净土五经。康生凯的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行愿品。这哪部经？如果你是在家居士或者你就以阿弥陀经为主，因为它比较短念完阿弥陀经，再来念往生咒3遍，战佛记1遍念完了就开始念佛号佛号呢？或者念10分钟、半个钟点、1个钟点，根据你工作忙闲的情况而定。念完之后，做一个回向，做个三皈依，这就作为你一个定课。早课这样念，晚课也这样念，主要怎么简洁怎么来，那么从平时呢，再就读一读。净土宗方面的典籍，像印光法师文钞啊，净土实要啊，龙树净土文呐、了解净土法门的一些意义，以培植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一个定课，每天规定一定数量的佛号，这样循序渐进，就能够从中尝到法味。好，下面在历史上，汉帝傅大士曾造轮藏置于寺院，供众人推动以增福慧。转经轮在藏地更是人人行持的普遍法门。你对转经轮法门是如何看的？你认为转经轮？
电动转经轮是否有功德，或是否对众生有好处。转经轮确实在一些寺院，尤其是藏传寺院当中都是很普遍的诸佛菩萨主持大德度化众生的种种善巧方便，让他跟佛法结缘，让他转法轮，通过转法轮嘛，那上面有种种经文告诉他这是佛的佛的之见，通过法轮来转到我们众生的心里这个转凡夫的之见为佛之见，这转法轮还跟我们透视，这个就能够碾碎我们的烦恼所以通过这种一种方式形态能够对众生有好处的你去转一转也是有功德的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方面，一天到晚就在转着转是要你通过这种形态还要自己亲自去诵经念佛，需要消归自信，要把佛号能够提得起来在这里面他就更进一步的从这个方便的利益再切入到他核心的地步，要把佛的这种福德庄严的万德洪明在我们的内心照亮，在我们的无明的心里面来熏习，来放光，来引发我们自信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上次也这个同修大概也提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要自己诵经念佛但并不意味着去否定转经轮，尤其讲那个电动转经轮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要知道它的主次主次就好像我们佛门里面办很多法会也是接引众生的方便你说参加法会听听翻倍是不是很有就没有作用，它也有作用让大家看到富丽堂皇，甚至大雄宝殿种种的金碧辉煌，让大家升起欢喜好药，进一步的接触佛法。那么佛法的真正的效用要我们关照到诸法的空性，要我们理解空性当中由慈悲心生出的妙有由这种真空断我们的执着烦恼，由这个妙有寄托我们的心性如果这方面你不能再得到真实效用，还是这个心里都是这种分别执着一大堆，那你就靠转转法轮，转转那个金铜就能解决问题了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看到你这个第二次还提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的一个意思我们说转经轮是有功德是有好处，再进一步通过转经轮要真正在你转到你心里去，在你心里得到真实的效用不是仅仅在形态上去转是这么一个意思下面问题，谁都可以静坐学佛吗谁都可以，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学佛是每个众生的本分，是你本具的吗只要通过佛教给我们的一些方法把我们的一些障碍撤除，我们当下就是所以我们要内重己灵，本具佛性，我们要当仁不让，彼亦丈夫我亦耳他已经成佛了，我为什么不能成佛呢要有这种自尊自肯然后在理性上我们有一种自信本具佛性，然后在事相上我们要生惭愧心，烦恼太重执着太深，所以我们要种种的方法
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对治我们的病症，啊，那么静把我们内心宁静下来，啊，你要静住，在那坐得下来，你得要持戒呀，啊，你不持戒，一个招妄的心呢，调举的心，你也坐不下来。静坐在那里也不是在那里修什么气功呢，啊，执着一个身见呢，啊，要透过这个静呢，要修念佛的止观呢，啊，要伴随着佛号啊，啊，所以谁都可以去念佛，谁都可以去往生，由于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等待着我们，由于释迦牟尼佛啊不断的往返我们这个世间四现八相成道，来发遣我们前往西方净土啊，一个以悲心折服，一个以慈母般的心来摄受啊，我们顺应两土世尊的教诲啊，疗医变形，一定能够出离生死苦海，不仅仅是静坐了，透过静坐我们能够啊体会无量寿啊，透过我们的种种学佛的行持，引发我们的无量光啊，无量光寿就是啊，无量光寿的全体的展现就是阿弥陀佛啊，人人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啊。好，下面佛是要不管是非善恶人我，不厌秽土，不心净土，单提一句佛号吗？修行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要问佛要不要，佛已经究竟圆满了啊，佛是教我们啊要万缘放下啊，要教我们厌离娑婆秽土，你怎么来一个不厌秽土不心净土啊，好像谈玄说妙说大话啊，众生都是有厌心，有取舍，有攀缘，有执着的。现在念佛法门给我们转一个方向啊，厌离心很难出得来的，透过智慧的关照，我们啊觉得这个娑婆世界是多么的啊不可停留啊，西方净土跟我们非常的陌生啊，那么净土法门不断的介绍净土的无尽庄严，让我们熟悉，让我们升起神往心目之心啊，具足这个厌离娑婆心求净土的心，这就是愿，这个愿里面就包括着信啊，有这个信愿就可以引导这个行持，这个行持就专门支持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了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表述为啊，佛是要教导我们啊，不要理会是非善恶人我，要我们心求秽土啊，心莫净土，专持佛号求生净土，至诚恳切就能带业往生，快速成佛，你建立这个自见就正确了。啊，下面打坐当中见光见影，见佛见菩萨或听到声音，该如何应对？一概不理啊，如果你一理，见到好境界生欢喜心，见到不好的境界生恐惧心，这些都是躁妄心的表现。
这些你都不要以为是什么真实的境界，都是你的前尘缘影，虚妄的心识变现出来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里还真的要把它观空。啊，一句打坐当中不要离开一句佛号，无论是顺依善恶的境界，不离一句佛号，才能如如不动，才不会出问题。好，下面如何理解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句话我们要正确理解啊。什么叫少善根？少的对面就是多善根。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得生西方净土。换句话来说，就应该是多善根、多福德、殊胜因缘才能得生西方净土。他是这么表述。那么一般的人都会理解这个善根、福德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哎呀，我往生西方净土，我一定要培植甚深的善根，要有积累甚深的福德才能往生。这种理解是用通途的教理来理解，并不符合这句话的意思。那么藕益大师对这句话有一个很精辟的理解他真是深切佛心这个善根是什么？是阿弥陀佛以他的48大愿作为众生多善根之因阿弥陀佛以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菩萨大恨，做众生多福德之源也就是我们相信了这句名号，去念求往生，在这名号当中，阿弥陀佛把他的48大愿的因，把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福德的源，都凝聚在这个符号里面。所以我们信愿持名，就是多善根，就是善根当中的善根，福中第一福。也就是由于我们信愿持名，以佛的大愿为我们因地修行之心，以佛的名号具足的大恨做我们因地修行之强缘。是由这个因缘，我们才得以成就往生西方净土的。所以这样就是佛的果地上对我们的加持，我们凡夫众生的一个接纳，这样的互动关系，成就往生的。感应道教，横超三界。这样理解才是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上次我在考试当中也出了这个题目，但我也很遗憾的看到，按这个意思来理解的并不是太多，还是站在这角度，哦，我要修多少善根，我要修多少福德。从通途教理来看，都好像他也答得不错，但实际上不符合净土法门《阿弥陀经》的这个意思。大家好好把藕益大师那段话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看到那句话才知道藕益大师真的从这个大光明藏流现出来的一个著述，9天写完，印祖赞叹就是纵然古佛再来注解这部经，也不会超度这之上，那真是祖师心心相印。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请问法师，没受五戒，
可以给往生者穿海青、戴佛珠、火化吗？啊，没受五戒，是不是他皈依了呢？啊，一般往生者穿海青不会有问题，啊，因为海青它实际上严格上是我们中国的护照，只是那个曼衣，包括出家人的那个契衣、福田衣才是佛教的法服，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受了五戒，除了穿海青之外，他还可以穿曼衣，又叫礼忏衣。师父慈悲，请问在佛教聊天室里，管理员组织同修共读《无量寿经》汇集本，可以吗？管理员组织大家来读经典这种形式依众靠众，大家共同熏修，这种方式很好那么读什么经这个《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有四种汇集本汇集本在我们海内外弘扬的比较广，但争议也不少。那么我们作为敬业行人，还是最好按照印祖在1934年给我们确定的净土五经的那些书目经目来读。在那个五经里面，是选择康生凯的《佛说无量寿经》来读可能更如法一点。五音念佛慢，满百万佛号，费时数倍，慢中一打妄想。五音唱念，1分钟念13句，推算10天远离百万怎么办？听说大安法师提倡慢念，请答疑。那么这个方式是要看你的念佛的形态了，形式。我们提倡慢念，是针对打佛七。我们东林是念佛的调子，比较深沉缓慢。深沉缓慢是对应现代众生心快，念佛快，比较躁而念。为了摄心，为了把这种宗教情怀念出来，为了符合《无量寿经》的清畅哀亮、微妙和雅的8种音声格调，我们提倡做那种慢念和佛号布置统一的念佛方法。这种念佛方法，无论是在我们东林寺还是在海外推广，效果非常好。这是佛七的共修的念佛调子。那之所以如果谈到百万佛号，我们是说10天百万佛号的闭关念，那是自己一个人念的。那么自己一个人念，就不一定要用慢念了，你可以快念，用你能听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用最快的速度念，6字4字都可以，如果这样一天念满10万，不会有问题，而且有些进入状态的同学去念，一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超额完成任务，那么但有些在关中他还是喜欢慢念的，怎么办？我们也有一个换算的方式，因为他慢念，比如就像佛七那样慢念，他就觉得1个小时，最多念几百句，
这样一方面他也完成不了任务，啊，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一种吃亏的感觉，哎呀，我怎么着，哎，所以我们有一个计算的方式，你可以在用你最快的速度，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最快速度来念1个小时，念1个小时，这样你就有个数量，啊，或者6000声、7000声。啊，如果念6000声，这就作为你1个小时叫做小时单位数量，啊，单位数量。那么单位数量建立之后，你就如果不想快念，你就单位数量。那么单位数量建立之后，你就如果不想快念，你就用慢念的形式进行念。你只要念到了1个小时，就算6000声。啊，所以呢。它这个慢和快，慢和快都是一种手段嘛，工具嘛。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摄心嘛，达到摄心的目的才是目的嘛，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不会有吃亏的感觉，或者念不完的感觉，你就慢念。如果你用慢念的速度，你能一天念16个小时，那也就算你10万了，啊，16个小时多一点点啊。所以学佛法。一定不能那么僵化、机械。这个学这个圣贤之法、修行的心法，一定要有点悟性的。你不能闻一就知一呀、那都不是根基呀、闻一知二都很难上路啊，至少要有点举一反三的能力啊。那如果你有一个闻一知十，当然上根利器了，颜回式的人物了。所以我们至少要做到举一反三，啊。好，请看下面。学人心内有诅咒人的妄念、业障，不论凡圣、弥陀佛、观音四智，也有过诅咒他们的念头，不知是否障碍往生。啊，你这个人可是孽障深重的，这个诅咒人还把那个佛菩萨都诅咒上了。当你都在对阿弥陀佛诅咒的时候，你会相信他吗？你会知恩他吗？你会感恩他吗？啊？你如果相信阿弥陀佛无量劫为我们舍去的生命，那个骨头多于须弥山，流出的鲜血多于四大海，你感激涕零都来不及，还会想着诅咒他呀？你诅咒他什么呀？他耽误了你什么？害了你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你这种诅咒、这种憎恨呢，憎恨的念头是非常。非常要把它对治下去的，你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欢喜光有慈悲光来化解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当然阿弥陀佛也不会怪你了因为你孽障很重这个阿弥陀佛不会以牙还牙了你越对阿弥陀佛这样，阿弥陀佛就越悲悯你呀、那么只要相信有阿弥陀佛的存在，愿意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当你的诅咒的念头现前，你就想到我这个孽障鬼怎么再这样呢？我要下三恶道的。慢慢的，你把这个妄念呢，把它这个降服住，全身心投靠阿弥陀佛去，就能够。待业往生，不仅对佛菩萨不能产生诅咒的念头，就是对一般人也不能产生诅咒念头。你产生诅咒念头，大逆不道啊！你试想想，你的父母对你和你有恩德，你天天看到你父母就想骂你的父母，那怎么行呢？这是我在新加坡对有个老居士啊，非常可怜，眼泪连连的告诉我，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这个3个儿子好不容易拉扯大，都念了大学，他天天骂我呀。我说怎么骂你？他说，
说你怎么老不死啊？还待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呀？就是天天什么骂他，哎呀，就很难过啊，掉了眼泪，想起就掉眼泪。这也是现代教育出来的这些人，一点孝心都没有啊！啊，我说我只能开导他，那我说好啊，你儿子都这么骂你啊，你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眷恋呢？厌离呀，求往生呢，韦提希夫人就由他的儿子不仅骂他，还要杀他，产生了极大的厌离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阿舍世王子是韦提希夫人的大善知识啊，所以你对你的儿子要感谢他，是你的善知识，逆增上缘呢，所以不要生烦恼。最后说说他才开开心啊，还不掉眼泪，要么开始就不断掉眼，不能掉眼泪。下面是7日磕其念佛，可吃饭饮水方便吗？这可以呀、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想不吃饭不喝水，不要这样，凡夫份上就做凡夫份上的修行，你如果想精进一下，最多吃2顿哦，那你不能不吃饭啊。那饮水更要饮了啊，所以这都没有关系。你是否往生，是否在7日得到成就，不在于你的吃饭饮水，是在你的心性能不能全身心靠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是在这个本质问题上啊，不要在自己问题上去纠缠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啊。你自己好像装着很苦恨的样子，实际上你的心性感应跟阿弥陀佛一点都感应不通，你就是一天24个小时拼命也没有作用。好，下面，听神佛预言我28岁命中，在观音圣像前三问三如是，怎么办？那很好啊，天天想到死，成办道业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啊。那你怎么知道佛跟你预言呢？你听到佛跟你预言了吗？是不是你算卦算出来的啊？那么人是有命数的啊，但这个命数也是可以改变的啊，改变的。这个。印祖在那个第一篇文稿，大家这个也在读书笔记，就是给大兴山寺提安和尚书里面，他其中谈到善纸贫者，就是原来一个善算卦算命的人，曾经跟印祖说他只能活38岁，那封信正好就在38岁那一年写的。印祖是说，哎呀，我也来日无多了啊，这个把最想说的话留给你了，但是他念佛呀，就活了80岁呀，81岁还是80岁所以超过他的命数的一半以上，那么属于定业啊，我们的命数借助我们发大菩提心去念佛是可以扭转的，所以你现在正确的态度，28岁，来日无多，赶紧念佛。那一天不是几千声了，你都要3万以上了。马上就要到命中的时候，你不能犯犯悠悠了，然后到28岁，你就做好28岁走的准备啊。那么如果念佛得力，大概又延长了你若干倍的寿命那就报答佛恩嘛，所以平常心平常心。好，下面9品往生中，下品分别要住胎多少久才见佛？这个在《观无量寿经》，你只要翻到这个经典就会知道啊。首先，它不是住胎，实际上它是一个比喻，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住在娘胎里面必须要住十个月，它是指在胎里。这个是你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个莲花里面呢，莲花里面不能出来，有人形好像没有人之用
啊，不能见佛，不能闻法，啊，不能见啊比丘身啊菩萨身。那么九品往生里面，到了下品下生要经过十二大劫了，啊，下品中生是六大劫，下品上生好像是一小劫还是什么啊，这个才能够花开见佛，啊，由于在里面待得太久，刚刚见还是很朦胧的啊，下品下生下品中生见还不是马上见佛，首先见到观音世智，啊，观音世智跟他放光说法，说实相法，忏悔罪孽，才发起菩提心啊，才进一步能够明晰的见佛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就能够看得到啊。何谓不信佛智，不信己善根啊，不信佛的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佛的不可思议智慧能够救度九法界众生，能够救度阿鼻地狱的众生，能够救度冤非卵动的众生，能够救度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众生啊，佛有啊这种全知全能啊，要相信他，但这种相信往往是很难相信啊。比如现在有个观点，好像一个念佛人必须要临终这一念在阿弥陀佛名号上才能往生，如果这一念不在名号就不能往生。这个观点听起来也好像不错，但仔细想到他也完全没有站在阿弥陀佛威神不可思议的智慧神力方面去思考问题。我们说只要平时具足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时候，那么临命终时有正念在这个佛号当然更好，不能没有这个正念或者碰到意外的死亡能不能往生？我们应该要决定的说一定往生，有圣言量的依据，有阿弥陀佛临终结隐愿的保证，有阿弥陀佛在我们的阿赖耶识深处以他的四十八大愿的愿望引导我们的神识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功能啊。如果不能有这种信心，就有怀疑，不信佛智啊。何为不信己善根？要知道我们的善根啊，从理性上来看具足无量光无量寿，内重寂灵，也必定成佛啊，今生闻到念佛法啊，就是我成佛的缘分成熟啊。那么如果今生真心切愿持名，今生解决问题，如果今生还夹杂着怀疑不能今生解决问题，也在轮转的过程当中，迟早这一念的闻信净土法门的金刚种子还是要生根开花结果的啊。所以深信自己的善根就是本具佛性啊，本来成佛啊，这是相信自己的善根，也相信自己今生能闻到念佛法门，也是多生多劫曾经与佛结缘，或者阿弥陀佛六道随行跟我们深结法缘，我才能听到念佛法门，才生欢喜心啊，才去修行啊。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是修福修慧持戒的这样的功德啊善根，我们才闻到了念佛法啊。下面如何修行睡眠念啊？一般的人睡眠当中也是很难延续的，只是我们一种追求的目标。那么可以用善导大师临睡观想法啊，这个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观想自己啊是孽障深重的凡夫啊，无数劫轮转六道啊，今生遇到善知识，闻到念佛法门，愿佛慈悲加佑，生命往生
第一个祈祷，第二个祈祷是啊，不了解佛的相好光明，念佛慈悲示现，梦中示现，即见观音世子，即净土庄严，啊，愿我了了得解。你就带着这样两个祈祷，再默念佛号去睡觉，啊就好了。那么睡眠当中能不能延续？那睡眠本身就是个短暂的死亡啊，梦中的东西，梦中能做主啊。一般往往做梦，做到一些噩梦还能提起佛号，做到那个顺利的梦啊，这个往往就迷失了啊。所以通过做梦能否提起佛号的境界，也发现啊，苦难往往还是个好事啊，能够提起佛号。好，修何方便能令念佛有味？如喜悦念佛，啊，你把这个佛号当中要念出味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由于我们捏掌声中念佛的开始都是念得很乏味的，不是昏沉就是吊举，啊，如同嚼蜡。所以一定要坚持这个信愿啊，咬住青山不放松，要持之以恒，才能透过一些烦恼孽障啊，直读弥陀名号功德施受，才能够有味。这种有味能够产生惭愧心，产生悲痛心啊，产生感恩心，产生欢喜心啊。就用这符号开发了我们自信的一些宗教情怀、性德上的功能。好，是，请问是与理的统一怎么那么难？在家居士的万缘放下真的不容易。有个故事说，一个婆婆万缘放下，小孙子掉到井里了，她也不理，这样做对吗？完全不对啊，那不是一般的。万缘放下是指什么呀？是指我们的心里要关照到主法的空性，不被这个世间的外境来牵挂我们的心，并不是说万缘放下什么事都不干了，你就把理和事搞得格格不入了，啊，那么往往理体要靠事相来表达的，啊，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绝，啊，儒家也讲下学而上达呀。啊，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呀。那是这样的这个理事缘。如果一个婆婆她万缘放下，孙子小孙掉到井里她都不救，见死不救，她都没有起码的慈悲心，还学什么佛呀？学佛要有慈悲心呢，这种慈悲心表现在地藏菩萨的这个身上，自己下地狱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待一切众生受苦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啊，这是一个菩萨的精神，也是成佛的种子啊。啊，如果理解为万缘放下啊，见死不救，尤其自己的小孙子都不救，你连自己的孙子都不救，你还能救其他的人呢？那你成的是什么门什么佛呀？你成的是一个魔啊，还哪能成佛啊？佛是同体大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啊，是应该要理，也必须去理。如果他不理啊，不去救，他就连起码的佛教徒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万缘放下的修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在家居士修行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要有智慧。如果一个修行，一个佛教徒修行到这个程度，
你说你就完全败坏了佛教的形象啊！整个佛教的法脉，如果都是这些人都完全断了，人家说这个宗教是一个残忍的宗教，是一个连起码的人情都不通达的佛教宗教，还要他干什么？那是，所以不能这样的啊！一定要把我们的佛教的一种慈悲的胸怀，一种出世的这种超越的精神啊，高标出来。这种超越，而且要悲悯一切众生，要和光同尘，啊，偶一大师都视线偶一呀，所以我们居尘学道啊，首先要做到是啊，这个天理人情方面、道德人格方面要过得去，有这个基础才能谈我们念佛往生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印度强调？儒家文化的啊张扬和学习啊，都是让我们在世间的善事和处世间的佛法当中达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的一个格局。好，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诸位莲友，晚上好。